这是一根比腿还粗的手指，抚摸完女孩的脸庞，被架在绞刑台上的女孩被一把扯下。在惊恐中，她终于看见了怪物的头，眼前的巨兽就是金刚。金刚抓起女孩一路狂奔，离开了祭坛，女孩一路都在吼叫。金刚嫌她太吵，打算用手将女孩晃晕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女孩摘下脖子上的骨串，狠狠扎进了金刚的手指。女孩挣脱后迅速逃离，这下真把她惹怒了。女孩还没跑几步，就立马被金刚夺回了手中。金刚将女孩带回了巢穴。原本女孩是个演员，她名叫安妮，几天前跟随剧组来到这座岛上，导演为了取景将他们骗到这座骷髅岛。他们的闯入激怒了这里的土著人，土著人抓住安妮，并将她绑到竹竿上献祭给金刚。现在安妮就是这只大猩猩的玩物。金刚打完了安妮两下，不知是死是活。第二天早上，趁金刚在吃竹子的时候跑了出来，结果还没走几步就被抓住。女孩被吓得一步步后退，为了不被吃掉，她灵机一动，开始逗金刚开心，对金刚表演各种节目。金刚果然被她蠢蠢的行为逗笑了。金刚貌似看穿了女人的心思，反而开始戏耍她，将女人拉起来又推倒。虽然语言不通，但金刚的直男行为让眼前的女人怒，她反手就给金刚一掌，还说她是钢铁直男。金刚懵了，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凭什么打我？于是四处发泄一顿过后，金刚委屈地看着女人，然后默默地走开了。这是不是像极了正在看视频的你？女孩终于等到了这一刻，赶紧逃进了丛林。当她认为危险已经解除了，就迎面撞上了一头恐龙。她被吓得浑身颤抖，恐龙张开血盆大口，女孩转头撒腿就跑。这只巨大又可爱的恐龙将她追到树洞，突然恐龙又被抓了回去。不明情况的安妮出来就惊呆了，一头更大更可爱的霸王龙正看着她，确认过眼神，遇上对的人。于是她又被霸王龙追杀，但霸王龙的速度极快，女孩已经是盘中餐。突然女孩的脚下一滑，沿着山坡就滚落了下去，随后躺在了一棵枯树上，屏住呼吸藏了起来一动不动，躲过了霸王龙。但是最怕空气突然安静，此时身边一个大宝贝正用小眼睛看着她。安妮懵了，这防不胜防的剧情何时是头？一个热闹的剧场里，一只巨大的金刚被铐在舞台上，四肢被铁链锁住的他再也没有了昔日王者的气息，现在被人类抓到这里当成了吸引人的门票。他们故意让人扮成安妮的模样激怒金刚，但是金刚被惹怒的严重性他们却意想不到，原以为很安全的镣铐根本不起作用，剧院乱作一团，场面已经失控。我只想说，金刚干得漂亮，他跳出了庭院，无数的车辆开始乱碰乱撞，他只想知道安妮是否还活着。在人群中，他不断寻找女孩，抓起一个个黄发的女人都不是，他开始大发雷霆，到处乱砸，无数人死于非命。终于安妮出现了，金刚这才安静下来，眼前的这头猛兽开始变得温柔，他不再暴怒，一把抓起安妮来到一处冰面玩耍，在冰面上开始不停地转圈，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他们两个。此时的金刚就像个小孩子一样，他不想伤害人类，只是希望保护自己喜欢的人，但是人类却不能允许威胁自己的生物存在。金刚的行为引来了军队，但他并没有带着安妮离开城市，而是带着安妮爬向了城市最高的建筑。原来他只是想像以前一样带安妮去最高的地方看最美的日出。虽然金刚不能说话，但他却知道如何表达情感。此时无数的战斗机朝他飞来，金刚明白一场大战在所难免，他将安妮放在一边，他独自爬向了塔顶，站在最高的地方对整个世界发出巨吼。飞机开始乱枪扫射，金刚身受重伤，他找准机会跳起攻击，只要能碰到再硬核的机甲都会粉碎。不久后女孩有危险，他不顾战斗机的枪林弹雨，先将安妮放到安全的地方，子弹穿过她的身体，她也没有退缩，他为安妮挡下了所有子弹。他难过的看向金刚，那是他一生中见过最干净的眼睛，他只有最纯真的心。金刚也明白自己要永远的离开女孩了，他泣不成声。最终金刚再也无力支撑，开始从塔顶慢慢坠下。这样的结局让人既痛心又气愤。金刚做错了什么？相比人类，他更懂什么是爱。他很单纯，只是想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。他热爱自然，但却成了人类自私和贪婪的牺牲品。有人说，金刚已经把女孩当作自己的亲人，他拼尽全力保护女孩的那份心，这种感情已经无法用爱情来表示，这更像很温和的亲情。好了，电影到处结束。